也会很厉害，开玩笑的啦，一般般而已，还行还行。然后今天呢，就是看到大家在这边，然后都非常的非常的努力，然后也很享受这个舞台，然后希望呢，大家今天都会有自己心有所属的成绩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带来的两支舞是，一首是我们的辣蜜舞，然后再来是我们的2019年的 Dancing Holiday， 要送给大家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掌声欢迎了 Migros 带来精彩的演出。
下次 Lami Girls 再跟大家见面咯。很好，大家自动让开了，是不是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要来进行我们这一次2019中立好样圣诞热舞大赛的结果揭晓。